下一位，我们负责人在吗？哎，您好，您是找我们总经理吧？你这不是人力资源部门，这不是招人吗？您是求职的？这是我的简历。嗨，看您这气势可不像。在国家单位待的。您是哪单位的？规划院。哪部门？ 综合办副主任，那您是大干部啊，副处。您不会是刚发表小贪官吧？我是自己辞的职。你要再乱说，我可以告你。哎，您别急呀、啊，我们这儿是真用不了您这样的人，您一副处，我们科长才是副科，行政级别才都30级。 副科级是行政9到13级，咱甭管多少级，就您这样吧，这一站比我们总经理还总经理。那我应该到别处看看，看看有没有更适合您的部门。哎，李总，上次我跟你说那事儿怎么样了？就是我一个朋友，跟我差不多大，就是说年龄大了点，但是他管理经验丰富啊，原来在大公司当总经理的，对。 有没有经济问题？你们怎么问的问题都一样，是不是商量好了？啊，好了好了，就这样。哎，谢谢谢谢，再见。多少钱？哦，喂。哦，芝麻先生，你忙着呢。还好还好。打电话是有个不请之请。嗯，怎么了又？我想请你吃个便饭。我怕你。什么时候？ 你今天晚上有空吗？嗯，我现在就有空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把地址给你发过去啊，一会儿见。好。好了，正合适，您那边。谢谢。嗯。
你还真是不容易啊！前两天在片场就给晕倒了，今儿一早就出去找活，还不是为了赶紧还马国良钱？这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，好几天好几夜都没睡觉。哎，你别自然了，人家老马可没逼我，是我自己愿意还钱的。是啊，你愿意。 愿意也不能拿命去折腾呀，人家金少爷那么眼巴巴的跟着你，你都连个好脸都不给啊，愣是让你生生把人家给逼走了，你这到底是图什么呢？哎，其实啊，爹也知道，你说咱这个家这么多年了，就是你在养啊。 真是难为你了。从你娘走了，我多活出来这十几年啊，都是你给的，啊，爹，谢谢你了。啊，爹，我活了三十岁了，第一次听您夸耀耀。嘿，没家教。我活这辈子能听到您说这句话。 也算值了。别着急啊，踏踏实实看电影，家里有我呢啊。那个，下次带你一起去。不用，您辛苦啊。哎，嗨嗨，你好好转啊，多玩会儿啊。哎，好嘞。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这性格是好还是不好，不过管他好不好呢，我也改不了。我这人吧，第一，不看人脸色；第二，什么神规则、潜规则的，我通通不遵守。我也不知道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了，反正也没什么本事，你们也别嫌我笨，也别嫌我穷。我要是能赚一块钱啊，就有你们爸妈。哎。 还有两毛呢，那是他的。他谁啊？马国良呗。哎，丫，俺今天都是哪样得罪你了啊？一门心思往你身上扑，你就宁可累死自个儿，你都不松口。他也没得罪我。如果他不是这么一倒霉的富二代啊，就凭他那痴情劲儿，说不定我一狠心一跺脚就是他了。那到底差哪儿了呀？ 差在，我爱上了一个人，知道了感情的滋味，所以就做不到。你要是真喜欢一个人，你就只想跟他在一起。 空气再不好，这么多尘土都影响健康。这屋的卫生我们自己搞啊。对呀，不是说好了吗？我们自己弄。那不行，人家沈主任工作那么忙，又爱干净。你们俩不是看电影去了吗？啊，来。
刚沈接了一个电话，说临时加班起草一文件，就回来了。多可怜啊！客厅坐着去吧，看会儿电视啊。看不了电视，我得起草文件了。啊，那我给你们做点吃的吧。啊？什么？不是刚吃过吗？肚子疼啊？不，那您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没有，我是不是在这儿打扰你啊？哦，那行，你忙，你忙，我走了。弄得跟特务似的，干嘛呀？我像特务？没看那姓沈的今天下午回来，那才像特务呢，大特务。我一想，我得看看他到底干什么呀，我就上你们屋翻。你又翻他东西？上次那事，咱不都说好了吗？我不翻行啊！啊，我不翻行吗？你猜猜？我找着什么了？找着什么了？说呀，找着什么了？一本书。哎呦，我的亲妈哟！你就为了一本书，你干嘛呀？一惊一乍的。《金瓶梅》。是本坏书，大毒草。妈，那叫文学好吗？您这别老没事找事儿了。那书呢？我放回去了。行吧，那没事您歇着吧啊。哎，我跟您说啊，不许再翻那东西。准了马先生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不瞒你说，今天这个饭局请的就是他马国良啊。啊啊啊！是这么回事，这不上次马先生帮我们摆平了金家嘛，那我们爷俩呢弄这一桌就表示一下感谢。那碰巧让你回来了，那正好一会儿他来，你陪他喝点。你们今天要请马先生过来，就是为了这事儿？那当然了，还有更重要的，那就是我要他答应娶你。亲爹不给你出头，谁给你出头啊？你爹我今天就成全你，啊，你不是爱马先生吗？那你就给他好啊。爹，马国良家咱可翻过，一百块钱都没有。看。鼠目寸光了吧？人有钱都在银行里存着，在大买卖里投着，谁还把钱往家里搁呀？你看出来没有？那天豪哥看马先生那眼神儿，看出来了吧？哎，马国良，那能是一般人吗？对呀，对。闺女，你说是吧？这恐怕得让你们失望了啊。他现在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呢，那是他装穷。哎，你看看，我闺女，啊，黄花大闺女一个，要模样有模样，要身条有身条啊，年岁还小，那屁股还不，哎，那就是腰细胯大，那过两年肯定能生一个大胖小子呀。
陪他一个二皇大老爷们儿，哪一点缺了他了？哎，真是马国良，你也不撒泡尿照他？啊，怎么大的脾气啊你？啊，哼，我跟你要彩礼了吗？没有。哼，什么几斤几银几大气儿，我跟你要了吗？没有。哎，娘。爹，娘走了。啊！哎，行，爹，你快拉我呀！快拉你呀！走开！哎呀，爹，你这……哎，你有这么往死里作践自己闺女的吗？逮着谁就想卖给谁？不许胡说！是你说你爱她的，上有天，下有地，中间有良心啊！好，你要敢说你根本就不爱她，你爱找谁找谁去！你看我和我。喂，老霍，我今天啊突然有点急事走不开，改天再去看你们吧，今天就不过去了啊。哎，你等等啊。老马。喂。你要有事儿就去办你的吧，最好永远别来。哎，瞎说什么呢？没错，我是爱他。我为什么拼了命的要赚钱还他，不嫁给金斗斗，就是因为我还想在我的爱人面前保留一点点尊严，让他知道我不是个小偷，不是傍大款的，更不是出来卖的。所以我就把他给叫来了呀。所以你就像一个卖牲口一样的把我按在他面前，让他看看牙口，挑挑骨架，然后出个好价钱。你是牲口？那我是什么呀？啊，有这么和亲爹说话的吗？这样的亲爹不要也罢。从今天起，我跟你们断绝关系，我不会再让你们找到我，而且我不会再给你们一分钱。去的妈听见呀！从我妈去世之后，您用这话已经威胁过我10000遍了。一提到我妈，您就说要喝死自己来威胁我。她不是威胁，她真喝呀。对，您先作践您自己，然后再来作践我。还有你，前些年你还知道用装病来吓唬我，现在索性连病都不装了。想过要放弃你们，现在好了，我已经想开了。反正我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，我无所谓了。你以后想喝死自己，你就喝死自己，随便你。还有你，你以后想得什么病就得什么病，什么肝癌、肺癌、子宫癌，随便你。以后你要是能留着一口气，我养着你。爹，你看他说什么？他有子宫癌？他是疯了，他疯了。妈，马哥，你听见了吗？这咬咬牙都是为了你，你得管。马哥，以后走了，跑了就跑了吧。以后有什么难处，你们就找我吧。瑶瑶还是有演戏的天分的，如果她的心能够静下来的话，没准能出来呢。她这个年龄再蹉跎2年就不行了，到时候她会恨你们的。就算是她找个有钱人，她也不会再管你们了。听懂了吗？那以后我们眼里就没有瑶瑶了，我们眼里只有你了。对啊，我们以后就只靠你了。啊，马先生，他挂了。谢谢你今天救了我，赶紧离开那两个人吧。虽然是我父亲和我哥哥，但是他们比你能够想象的还要无耻。忘记今天发生的一切吧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沈大姑爷，请您放吧。
这粥熬得真香。是新米吧？透着股新米的香味儿，好喝。嗯，喝着好，多喝。嗯，没觉得呀，怎么平常一样嘛。你昨天晚上加班睡得晚吧？还好，10点来钟。影响您休息了？没有，我早就睡了，睡得跟死猪似的。你临睡之前还得看看书吧。我啊，看，好多年的习惯。都看什么书啊？我看你那书架子上可不少书。我什么都看，看杂。书架上那些书都是我看过的旧书，一般我都不带走。书架书，嗯，这两天看的是新书。吃饭吧，都凉了。怎么进来的？瑶瑶把这串钥匙落家里了，还是我爹聪明，一翻就找着了。我们也想了，不难为瑶瑶了，再也不去找瑶瑶了。从今往后啊，我们要痛改前非，重新做人。所以就做到我家了。对，你是我姑爷，以后啊，我们就跟你混了。从今以后啊，我们仨就是一个经济共同体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那干脆咱们就来个桃园三结义，你看怎么样？对，人家是刘关张，咱们就是霍霍马。你们这打算是霍霍死我呀？这么叫霍霍你啊？我们是帮你开创事业啊，这个房子那就是咱们的耕局地，以后啊，我们就跟着你了，和你一起打天下。行，你们先坐会儿，我洗把脸。都得含着眼泪走，一点吃都没有。你说他是不是没工作了？有本事的人都没工作，我们就没工作了，哎，也不幸福的过好了每一天了吗？可没工作就没收入啊！哼，谁还靠工作的那点钱过日子啊？豪哥的座上宾啊，他要想借笔轻易拿对付小鬼的那些招来对付我们爷俩，那他可没戏。他能饿，咱们就陪着他饿；他要真的忍不行，就让他看着咱爷俩在他面前饿死。爹，我可真饿呀！不是，他这么能演戏，那干脆让我妹拜为师得了。他能演就让他演，啊！从今以后啊，他吃什么，我们就吃什么。他有一碗汤，那他得给咱们爷儿俩一人半碗，是不是？都分给你们，我喝什么？喂。嗯，好，行，我这就过去。哎，那你们俩就
先待这儿吧。哎，出去有点事儿。哎，这点出去很急啊。干大事儿，出门还给你报备了。死我呀！爹，你不是说他是有钱人吗？怎么还做公交车？哎，我们妈这表也都。那咱们跟到哪一站算呗？他到哪儿，咱就跟到哪儿。有饭吃，至少有买卖还不盯着啊！记住，老婆家的家就叫贼不走空啊！嗯。什么事儿啊？一直催我回来，又说电话里不能说。你等等啊！听我跟你说，嗯，那天老沈不是偷偷带回一本书吗？啊，哎呦喂，什么叫偷偷的呀？哈，我不是进这屋翻来着吗？那怎么了？您说呀？结果你们突然回来了，哎，我这一紧张，我一下给放回去了，我给放皱巴了，我怕那是一本古董书啊，我这心里头有点害怕。没事的，妈，到时候跟老沈解释一下，他又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。哼，他这个人可没那么简单。看见没有？给锁上了。你笑什么呀？那是我让他锁的，我是怕这里面有些书啊，我不想让小姨看，我就老让他锁上，他老是忘，估计今儿是想起来了。你不会跟他合起伙的骗我吧？哎呦我的亲妈呀，哪儿能啊！钥匙不在这儿呢吗？哪本书啊？完了完了！怎么了？那本书没了？不会吧？什么样的书啊？就那蓝皮儿的，线装的，一看就是本老书。哦，那您塞哪儿了呀？我就塞那儿了，我记得清清楚楚的。你看，这不还有个空吗？你确定是这排吗？闺女，啊，万一妈哪天出了意外。你得救我！哎呦，妈，你至于的吗？不就一本书吗？这个人，他什么都知道，就是不说，还把书拿走了。
你说，他到底什么意思的？妈，你真的想多了。老沈啊，有平常带书在身边看的习惯，那兴许拿到单位去了呢。这样，回头我就跟他解释，我说您呐不是故意拿他的东西，就是擦这柜子的时候呢，无意之中拿出来翻了一下。这个人多阴沉呐，多可怕呀！哎，妈，过分了啊！那要不然这样，等今天晚上咱们仨坐那儿看电视的时候，咱把这事儿唠唠。别，别，闺女，你要当我是你亲妈，你千万别啊！那您到底让我怎么办？听到，听到，听到！记住了，叔的事儿，一点都不许说。妈没事了，妈做饭去了。走人！哎呦，这怎么都上了花坛了？你说你远处一看，跟自由女神似的。这还不都是他们逼的我吗？你不知道，你一走，他们就欺负我。我怎么觉得，您不欺负他们就算不错了呢？按说啊，您有事都不应该找我，应该我有事找您才对。您比我有能耐，比我厉害多了。哎，别别别别，下来再晕，下来再晕，来来来来，下来再。菜没好呢，在炉子上咕嘟着呢。又找我有事儿？就这事儿？就这事儿啊！好久没见了，想你呗。说一声就行了，还做饭，应该我给您做。甭管谁给谁做，反正有日子没人陪我吃饭了。这两天我老想起你跟江小姐在我那儿吃炸酱面那会儿，热热闹闹的多好啊！你跟江小姐。最近怎么样了？我们也好久没见了。小两口吵架了？我们不是小两口，我们就是普通朋友。这不是好久没联系了吗？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。那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不一定非得要怎么样，你得关心人家呀。那姑娘真不错，少见的，心里干净。要娶就得娶这样的。难得呀。听见您夸他，那当然了，毛病也不少，那就打呗。您还是他拐弯奶奶，就出这主意，啊？行了行了，我那鱼快炖好了，去给我端来去。哎呀，真香啊！你们怎么进别人院子也不打声招呼？哎，那得看是多谁家了嘛。哟，客人来了。哎呦，听见不？
哎呀，爹妈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是霍耀祖的父亲，霍长宝。这位是犬子，霍小宝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霍瑶瑶又是谁呀？啊，是我的朋友，一个普通朋友。这位呢是古奶奶，是我的长辈，也是我的朋友。哎呦，朋友还真够多的。来就来了，那就进屋一块吃吧。去吧。那你小心啊，垫着点布，别烫着手。哎，你们俩刚才说那瑶瑶跟我们老马是普通朋友吗？什么普通朋友？那都住一块儿了，那关系够近的。那可不，也怪我姑娘死心眼儿，为了他连楼都跳。那怎么样了吗？幸亏没事儿。好歹，你说这25年我不就白养活了吗？才25岁呀！是啊，这么小的年纪就能为他命都不要了。瞎说什么了？没有。那倒是怀上没有啊？什么怀上了？你装什么钻呀？那你跟我妹妹有没有结果？那你们想，是怀上好呢，还是不怀上好？不管怀没怀，你要对我闺女负责任。我呢，把霍瑶瑶当亲妹妹看，将来不管她跟谁过，我都会关照她，关照她一辈子。行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来来，吃饭。哎，真好吃。那倒是怀上没怀。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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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脚下啊！来，凑凑脚下，脚下，哎呀，哎，对。陪着我住，他也不答应啊。这个院子不能太空荡，对人身体不好。哎，你的院子大呀，得要多住些人才对呀。正是。那感情好，哪有那么多好心眼的人陪我住啊？老太太累了一天了，得休息了。哎，马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丽南她来过这儿吗？没有啊，有些日子没见她了，怎么了？她失踪了。
Mr. Man， 在第几节车厢？ Mr. Man， 黑眼圈换理想，一串流不息的感想，每一个希望，你用脉搏唤醒朝阳和大都市的心脏。 Mr. Man， 昨天几点回家？ Mr. Man， 有人在等你吗？小小天地，城市角落，做你温暖的窝。头顶点点星光洒落，路灯陪你唱歌。对面的空座位总是人来人往，叔叔口袋里的梦想还顽强，心中那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，沿高高山岗风吹来的方向，每次笑着流泪，爱上的是什么？